我在吃不懒惰，想吃就吃的播客，欢迎收看播客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，我赶紧出去到地里去摘点毛豆，做点毛豆吃吃啊。想来个雪人，昨天我每个问了被妈妈去表嘛，今天我想听一下关于我被妈妈上了第一个雪天的想法。哎，你上第一组就是这个呀？被上了第一个，帮老读书啊，这个我一整年回来之后，孩子都帮不了上去，这妈咪不都我把管打呗？这一八年我看平时被妈妈啊给我们。七百了嘛，一三一八了，这个也讲几百了啦。他们说七百不急，多有心的去多多想量呀。像我这样已经，一个文章都没过的我，说几百遍，我还想慢慢一点，别上了第一个。叫妈妈，吃个还没抽票，你弄那啥品种？你看你吃好吃，你这几天学的抽票吗？我跟学不像这样多学嘛，你吃好吃，你这几天毛起毛东西要多学嘛去。那、啊、我们就尝试一下。好，看了，看了这些。Yeah.
干嘛不干嘛对高中出来了，来老高中出来，我操心嘛，三六八七，三六八七，来，再录完就再讲不啦？嗯，喂呀，电脑都响声嘞，啊，你妈，来，好，啊，再见，要上车的了。